姐，你看这个稻子有没有长得很高？你可以走过去哦。没有，弟弟没看过啊，让他看一下啊。好了，那弟弟走了，弟弟不要把，我们走了。弟弟他累了，他想要玩鬼抓人，走吧。你们待会要踩上去的时候要小心哦，从矮的地方爬，因为你们不一定能够跳成功。哎呀，姐姐成功了，弟弟，扶爸爸的手吧，扶爸爸的手，好，跨过了水沟，走吧，我们去找地方来玩鬼抓人。哎，不要跑进水沟，不要跑水沟，宝宝真的很害怕你们掉进水沟。看一下有没有红虫，红虫好像又变多了耶，红虫又变多一些些了，那个就是红虫。